开嘅精彩节目多罗罗，当中由星级名厨 Jackie 余建志同 Ricky 张锦祥主持嘅烹饪节目主题曲又嚟啦！新一辑名为《主题曲四大食四方》，自然系诗云各方美食。呢日佢哋仲请嚟特别嘉宾安妮哥作客，三个大男人合力炮制菜式，现场除咗传来阵阵送菜香味，仲有佢哋嘅欢笑声啊！芥兰炒土猪肉，哇！第一时间试下先，仲要拣。好高下去喎！梗係。今日咧，我就喺兩位大師面前咧，班門弄斧，就復刻咗一個順德嘅焗排骨。嗱，呢一個菜式咧，就係安妮哥帶我去嘅一個飯店仔，就做呢一個菜式咧，做到咧火紅到不得之了嘅。啱啱跟你街市買嗰啲糖金骨啊、糖冬瓜啊等等嘅嘢，哇！整咗個全新口味嘅一個佛山國產，非常之有新意。多謝你，梗要多謝啦！安妮哥咁樣係即係神還原啊！嗰次我哋食嗰個排骨，哇！記到而家，今次有機會又再食翻啦。講翻呢一輯節目 ，Jackie 同 Ricky 帶大家衝出香港，到訪唔同嘅地方，發掘更多美食，可唔可以披露多少少先啊？今次就係我哋會去呢、這個Jackie 嘅鄉下，係佛山，同埋隔離嘅順德，冇錯啦，同埋再隔離嘅廣州，就係呢三笪地方啊，主力係。係啦，咁當然啦。今次我哋呢一輯咧就去呢三笪地方啫，遲下咧，哇，就去我自己最心儀嘅一個。我覺得是一個美食之都啊，係嗰個係就係潮汕地區啦。哇！超級期待啊，我都真係講起都流口水啊。係啊，啲口水我啊。嗱，我哋以前係煮咧就喺廠景煮嘅啫嘛，咩都準備好曬啊咁樣啦。咁今次咧，我哋都去各地嘅街市啊，睇下當地有啲街市有咩特別嘅食材。冇錯。咁例如啊，順德嘅陳村啊，廣州嘅市場啊，佛山嘅市場啊咁樣。今次咧，我就會煮一個就係佛山嘅傳統甜品薄餐。但我就會在廣州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食材可以加入它的新的元素裡，多些新的味道的。沒錯啦。